我醒来，看看我长大眼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观察这个家。哦，还有鼻子痒。我爸妈常常睡不好，又起不来，哎，真受不了。嘟噔嘟噔嘟嘟嘟噔嘟噔，就爱这道光。虽然每天都很惬意，但有个怪怪的感觉说不上来，像是叫我妈起床时。发现他总是睡不饱，老爸也一直在打哈欠。对，还有这股阴魂不散的怪味。但今天便不一样了，他们竟然比我早起，连奶奶都泡好了。哦，谢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？真相一定只有一个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就是他，一定是昨天他们带回来那个东西。哎，爸，那是什么？少在那边耍帅，快拿给我看啊！难不成这就是传闻中专为宝宝我设计能无声无息的过滤比 PM2.5 小八百倍微粒，还能消除臭臭，让爸妈睡香香的 3M 净呼吸？啊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家的味道。3M。